叔给 Alan 上个星期的跆拳道表演，决定找好兄弟帮忙，和他一起到校园里举办舞狮工作坊。这也符合学校多元化的课程，让小朋友接触不同的文化艺术。今天 is the day， 我要就是表演给小朋友看。但是我在表演之前，我不想让他们看到说是伟良老师，所以我还做一个很特别的开场，这样把我的人藏在舞室里面。很快的就要到毕业演出了，为了和
毕业班一起呈现精彩的歌舞剧，大男人得和舞蹈老师学习韩国流行歌曲的舞步。Nobody，Nobody。魏良也将和毕业班一起到小学参观，准备适应截然不同的小学生活。好，现在你们都懂了，付钱找钱了吗？